较软弱一点，但是又用自己的方式在为家庭付出的先生，诠释的真的很不一样，我自己是很喜欢，就是够安全感。对，我不是，我们不是现在才来，我们早上就搬过来，没有错，我们就演下去。我们会住在这边，是因为你欠钱哦，万一被发现、被知道了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本来会觉得很怕我们的在心里面感觉会很重复，但是后来演起来的时候觉得他这是把一个比较软弱一点，但是又用自己的方式在为家庭付出的先生诠释的真的很不一样，我自己是很喜欢。我觉得整个过程因为就是对安全感，对，我每天都走心啊，每天都有演我真实的人格啊。那你就走心是被隔层气到吗？我才听他气到。我们到底还是个文明人，对，用上流的方式斗争，就是比较是斗志的方面。对，因为我本身就这样。没有啦，你有想过他的感觉吗？我想过他感觉，我干嘛上节目啊？你指责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你做了什么？我战战兢兢的每天陪在他身边，就怕他发生什么事情。你说我做什么？一定，我觉得夫妻其实最容易有意见分歧的，都是会是因为小孩了，这一定难免的。通常怎么解决？好好沟通。我们两个还蛮就事论事的，我们都不是太情绪化的人，所以我们沟通都算平静。你就算是在为爱的人付出，你有很有可能变成对方眼里的坏蛋。只要那个不是他要的，只要你给的方向是错的，所以很难做人啊，真的。但是就是我觉得夫妻关系里面真的就是不管对方做的对或是不对，都要试着去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，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事情，会比较容易减少争执。